党，凭你做自己，凭你做自己。大约二十年前参加一开始的性平以及同志大游行，当时可能只有几百个人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过程当中有挫折，但是也有进步，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。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，如今台湾天空上的彩虹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耀眼、代表进步价值的一道光芒，我们以此为骄傲。大家会继续努力，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，让我们多元的价值能够更共融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努力，台湾会更美好。I'm so proud of you and so proud of Taiwan. 加油！就是 love who you love, be who you are. 对，所以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同乐。